好啦，咁都40分啦，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见入嚟嘅同学都冇乜啦，即系大概我估计系齐人啦。咁啊，留意翻啦，嗱，依一个系你哋嘅课堂啦 ，Communication Design Futures 啦。咁记得入嚟嘅时候拍卡啦。如果头先唔记得拍嘅，一阵间出翻去嘅时候记得拍翻啦。OK， 咁我系阿 Ken 啦，咁系嚟自 Illustration 噶啦，咁就主要负责今日嘅呢个 sharing 啦。喺正式开始之前啦吓，咁因为都系你哋呢一个 futures 嘅第一堂啦，提一提翻呢一科咧，简单地同上年一样，都会有分 CA、EA 嘅，咁形式有少少唔同啦。今年你哋嘅 CA 同埋 EA 咧，都系分别直接喺 Moodle 里边打你哋嘅 reflective journal 嘅 ，OK， 咁你基本上 log in 入去 Moodle 揀翻啱嘅科目，你会见到你嘅 submission 噶啦。OK，CA 一次 ，EA 一次，咁每一次都系大约600个字嘅 reflection 啦。咁所以每一堂大家要专心去听啦。total 你哋有4个 talk 啦。咁如果以计数去计嘅话，即系平均每个 talk 你应该会写到300字。嘅 reflection 出嚟啦嚇，咁即係當然唔會咁樣去 count 你啦。咁但係記住 CAEA 各600字 ，total 1200字嘅 reflective journal， 好冇？全部都喺曬個 Moodle 裏邊直接打直接交噶啦。你過咗時就打唔到噶啦 ，OK 交唔到功課噶啦，冇人幫到你嘅，所以留意翻啦。咁同過往一樣嘅，我哋啲 talk 咧之後都可以喺翻個 YouTube channel 裏邊可以睇得翻，但係我相信啦嚇，我 upload 得條片上 YouTube。等佢批咗，然之後再 announce 出嚟俾大家去 review 咧，可能已經到你哋交 CA 嘅時間噶啦，咁未必趕得切嘅。所以你哋中意嘅話，就可以寫低一啲重點佢啦，或者係記低佢啦，嚇咁啊，睇下你哋邊樣方便啦，好冇？咁嗱，好開心啦！今日我請咗一個好中意行山嘅朋友嚟啦，咁佢係 Invisible Company 嘅聯合創辦人啦。咁因為佢嘅興趣之故啦，咁佢就發覺即係喺郊外咧好多啲廢棄嘅垃圾啊，咁亦都俾咗一個啟發佢去諗究竟可以為個大自然做啲乜嘢咧，整啲乜嘢可以 benefit 到唔同嘅 user、唔同嘅企業，令到我哋嘅社會可以多啲關於可持續發展嘅一啲作品啦、產品啦，可以發生落去啦。咁麻煩大家啦，歡迎一下 Devana Ng。Hello， 各位同學仔。咁咧，我覺得今日嚟到呢度個 setting 咧好有趣，因為呢一個係應該係第一次開公司以嚟咧。第一次做叫做最多人的 physical on-site 的 sharing 啦，咁但系咧，我就覺得有趣的地方咧，係如果呢一場係演唱會咧，應該大家會湧到嚟第一排啦。但我見到所有人咧，都好似係會坐曬最後嘅。咁但係唔緊要嘅，最緊要係你聽到啦，同埋咧，我唔知道大家會對呢一個 sharing 有幾有興趣啦。可能即係話，喂，我今日好似講 sustainability 喎，我連 sustainability 係乜嘢我都唔知啦。環保就同我冇關係啦，我個人係好唔環保嘅，即係可能一定有同學仔喺度咁樣諗緊嘅。咁我唔知道會自己有幾有興趣啦，但因為要做功課、要聽書，所以就坐咗喺度啦。咁如果你呢一場嘅 sharing 咧，你係冇問問題，或者你之後有問問題咧，其實之後可以 Instagram inbox 我，可以問我都得嘅。咁咧，我想問一下啦，唔使答嘅，因為我知道大家好怕醜啦。只是需要舉你的手，有沒有人有看過新聞報道或者有聽過有一個袋叫做水溶的膠袋？有舉手，有沒有人有聽過？整班同學只有一個，即是完全沒有人聽過，是不是？那就代表我還有漫漫長路要走。其實呢，在我公司呢，就在2020年的2月就在疫情的時候開始的。咁即係疫情都對大家好大影響啦。咁我唔知2020年應該大家係中學畢業，可能係啦。咁嗰陣時咧就
點解你會話點樣開始啊？可能有啲同學仔咧就話：哦，死啦！嚟緊做 project 啊，要揾一個問題出嚟，跟住就開始諗有咩 solution。其實我今日咧都會帶咗唔同嘅 example 俾大家，希望可以幫到你份功課啦，或者去寫翻你哋嘅嘢啦。咁咧。未聽過的同學仔我都會介紹一下其實我做緊乜嘢啦，點解會企喺呢度啦，點解你會坐喺呢個堂入邊啦？咁我哋做緊咧就係一個叫做水溶嘅膠袋，我就會叫做 invisible bag 啦。咁 invisible 固然之就係佢會唔見咗嘅。咁但係點樣會唔見呢？亦都我點解會開始呢？其實開始咧頭先阿 Ken 都有講到啊，我係行山先嘅。有冇朋友仔有行山嘅習慣㗎？我有人有行山嘅，跟住其他全部都唔行山嘅，系一次过行山喎。啊，唔知啦，可能你今日之后会开始会想去行翻山啦。咁咧，其实行山嘅时候咧，我哋就发现到喺2018年啦，因为翻工啦，好大压力啦，于是就开始 weekend 去行山。咁但系咧就好无奈地咧，就见到好多垃圾。咁有人就话见到垃圾咁咪行走咯，咪当冇事咯。咁但系嗰阵时我就同坐低喺度嘅先生就话：，哇！唔得喎，好多垃圾喎，不如試下開始執啦。咁唔知道有冇人聽過有啲叫淨灘嘅活動啦，有啲叫淨山嘅活動啦。咁喺嗰陣時咧，2018年我哋就開始執垃圾。咁咧左上角嗰張相咧就係我哋第一張2018年一齊執垃圾嘅相。尤其是嗰陣時咧，疫情未有啊，好多跑山嘅活動啦，越野跑啦。咁好多人咧就會可能食嘢唔小心又好啦，故意又好啦，就跌咗好多食品包裝。你會見到有啲叫做energy bar 啊，或者啲糖纸啊，胶樽啊，大家我都未出世嘅，有冇人估到呢一个胶樽系百事嗰个右上角系几多年代嘅樽啊？有冇人估啊？估啊！你举手嗰个朋友，系啊系啊，咩啊？听到，梗系听到啦。估啊！60年代、70年代、60年代嘅举手。好好估，我而家嗱，30年代嘅朋友举手，有冇人估30年？冇啦。OK， 60年代。嗱，你见我已经 jump 咗60年代，有冇人估60年代啊？冇人估70年代。我都有人估80年代咧。啊，开始越嚟越多啦，90年代。都有人估2000就應該大家出咗世，應該就唔係呢個樽啦。其實呢個膠樽咧，百事呢個樽咧係60年代嘅產物嚟嘅。30年代咧就冇膠樽嘅，嗰陣時係玻璃樽先嘅。咁其實咧60年代膠樽出世嘅時候咧係好貴嘅，而家就好平啦。玻璃咧係最多人用嘅，咁佢出嚟嘅時候咧就好貴啦。後來到技術好成熟咧，就變到好平，甚至而家就講話好多塑膠污染。这个胶樽呢，为什么会我说是第一代的胶樽呢？当时的胶樽呢是站不起身的，它一定要有个底，有个 cap 呢吸住它，它才可以站到。现在那些胶樽是就这样放在这里的嘛。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代的胶樽产物，我们就在行山执垃圾到找到去年执的这个。那有生力啤，我上网 search 是80年代再之前的产物啦。咁我哋試過行山咧，就執咗70多個膠樽。咁咧執係冇用嘅，我哋要行前多一步，因為每一座山都一定會有人掉垃圾啦。我唔知道，希望我呢度在座咁多個同學仔冇人有掉垃圾嘅習慣啦嚇。咁我哋就話，不如我哋行前多一步啊，可唔可以揾一個 solution 去，唔使再大家哇見到啲膠樽，可能60年後都仲喺度喎。咁於是咧，我哋就想 create 一個 solution。正正就是大家找到個問題了，就要想一個 solution 出來。那我們就說，喂，不如有一個 packaging 可以幫到大自然去取代一些你沒辦法避免的包裝。即現在個個都是走數啊、走音管啊，最常聽走音管啊、大自己飯盒，但這些你可以不用的嘛。那我們就說有些東西你是避免不到的，現在個個穿著衣服，我們不是原野人時代嘛。那穿著衣服你去買衣服，網購過億的一定有網購的習慣，會有個順豐袋的，這些都是沒辦法避免的時候，我們就想有一個 solution 了。開始呢就在2020年2月的時候呢就開始了我們的工作啦。淨山的活動其實都一直繼續的，
咁我知道好多人喺度碌緊電話啦。如果碌緊電話，就不妨 like 下 Instagram 啦。既然都開著咗個電話啦，咁咧 search 下 Invisible Company _ 啦。有陣時聽咧就覺得好悶嘅，不如睇下 Instagram 入邊有啲咩。轉頭咧，我都會問下大家嘅。咁咧講完開頭啦，不如好快睇條片啦。就看完條片不知道大家看得明白有多少，尤其是今天是 Communication Design， 其實呢我想你們如果有什麼 feedback， 其實可以堂後 share 給我，因為都對於這份工作是很重要的，因為 Communication 就是我們做這個 Invisible Bag 最重要的一件事，怎樣帶出這個訊息給人知道這個袋為什麼 Invisible。咁佢 invisible 嘅位喺边咧？咁呢个袋咧，头先个片头大家有见到系用水溶噶嘛？咁咧，其实我哋 design 咧就用热水溶嘅。咁可能有啲同学话：，哇，咁出街落雨点啊？装湿嘢点啊？会唔会可以饮咗噶啲水？咁其实咧个袋咧就 design 系用热水溶啦，但系其实咧佢长时间同水接触咧，系收温水咧，佢都会溶嘅。咁呢个好处咧就系、是，如果你喺海洋有个大家都讲话塑胶污染啊、垃圾啊，讲十年、二十年都唔变咧，其实呢个袋去到海大自然或者去海洋嘅环境下咧，佢系会开始会溶解同埋会降解嘅。咁香港咧，我哋就系堆填区啦，大部分都系落入堆填区嘅时候咧，佢讲紧三个月内咧系有85% 嘅降解嘅。咁大家可能對呢樣嘢冇概念係正常嘅，因為初頭我都冇概念嘅。咁其實出面有好多市面上你見過啲遮袋叫做可以降解咧，係講一年內係得幾個 percent 降解，因為佢唔係真係冇塑膠成分，佢係有傳統塑膠成分喺入邊嘅。咁但係我哋個袋咧就冇啦，做曬 testing PPP、PS、PVC 呢啲傳統塑膠咧係冇嘅。咁好啦，其實呢個都諗到你哋做功課啊或者 communication， 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每做一樣嘢啦。其實咧 ，communication 好重要，尤其是啲客人會成日問我哋：，喂，你個袋話好環保，有幾環保啊？呢啲資料咧，唔係今日你個 slide 先見到嘅，其實所有 information 咧都喺曬我哋 website 度一模一樣嘅。呢、這個就係我哋 communication 要做到 transparency， 我哋要話俾人哋聽，環保唔係我講嘅。首先你要有 testing 嘅 support 啦，第二樣嘢就係啲人可以揾到。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想帶出嘅其中一樣信息啦。好啦，咁你會話呢一個 material， 哇，係咪你研發㗎？咁咧，其實呢個 material 咧唔係我研發，你哋都用過嘅。佢喺100年前咧已經兩個德國科學家研發咗出嚟。其實你常用嘅嘢咧就係、是、超市場可能你有買過嗰啲洗衣球啊，嗰、那個膠囊咧你唔會撕開佢，跟住倒啲洗衣液出嚟㗎嘛。佢會喺個洗衣機入邊溶咗，嗰、那個外面個薄膜咧其實就係同我哋個 material 係 exactly 一樣。只不過你洗衣機咧，你會 design 可能係30度水温，你唔會開到80度水。但我哋就要話要80度水先至加速佢溶解，因為我唔想佢落雨一掂水佢就會溶。咁咧，我哋呢一個咧都係我哋想帶出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佢同傳統塑膠有啲咩唔同。傳統塑膠咧就好簡單嘅啫，你網購拆咗你個買網上面買嘢個順豐袋，有幾多少個會攞去回收㗎？有冇同學仔有攞個順豐袋去回收啊？我話 assume 你冇人舉手，真係冇啦。咁係啦，大部分人都係隨手就會掉落垃圾桶啦。咁去到堆填區咧，其實佢基本上咧係好難會降解，因為傳統塑膠 chemical 嘅緣故。嗱，我唔係 free can 版，我係唔合格嘅，所以我唔講呢度咁多啦。咁但係咧，我哋咧 invisible bag 咧就係話，我希望大家透過呢一個袋會多做一樣嘢，就係可以用熱水去溶解。大家都要用 social media 啦。咁咧，其實我哋希望點解會有 invisible？ 我希望可以啲人 post 喺 online， 話俾人哋聽，喂，我收到一個環保袋喎、哦，原來可以水溶喎，拍條片出條 reel 先。其實咧，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去咁做嘅。咁當然啦，佢就會去到香港，雖然冇堆即係冇堆肥嘅設施啦，但係佢都可以堆肥，同埋去到堆填區咧，每一樣嘢咧都係希望就係唔留有任何有害嘅物質喺我哋地球上面啦。
咁佢就話：喂，你就同邊啲人一齊合作啊？咁其實咧喺兩年半入邊咧，我哋都陸續做有唔同嘅品牌，我哋一齊做啲 collaboration 啦。例如最新咧就有國泰，雖然我哋冇得飛，又或者唔知大家有冇 Asian Miles 啊？咁而家咧好多人咧 redeem Asian Miles 咧，網上redeem 嘢咧，佢哋係全部用我哋個 invisible bag 去寄出嘅。咁譬如咧我哋有同Green Common 啦、望月啦，之前換月餅嘅時候，佢有用我哋 Invisible Bag 啦，亦都有唔同嘅包裝袋，fashion 嘅 brand 都有用嘅。咁咧，我哋咧就而家有唔同嘅 brand 就直接用我哋 Invisible Bag 去 pack 衫啦，即係大家會可能其實可以用喺邊啊個袋水用。其實大家可能唔為意，但係其實你成日都會用到，就係你買衫一定會有個包裝袋。呢啲就係我頭先講話，我冇辦法避免，但係一定會用到嘅塑膠包裝。咁我哋就希望去咁樣取替嘅。好啦，我想問一下，即係又係估嘅。咁咧，頭先你見到上一張 slide 咧，我哋就有好多唔同嘅 brand 去用我哋包裝袋。你見到大家 commonly 就會見到有個 invisible bag， 有個 tag 啦。我知道有同學係做 illustration 嘅。咁咧，我想問一下，估一下我哋 online 有冇MOQ 咧就叫做 minimum order quantity。我唔知你將來可能做衫又好，做嘢又好。一定會同廠deal嘅時候咧，都會話喂，你要 MOQ 係幾多啊？呢個字不妨可以學下，如果學咗就更好啦。咁估下上網買要幾多錢？幾多個？可以幾多個買？200個，有冇人舉手？500個，1000個。其實我哋希望咧，就係啲人好容易咁接觸到環保嘅包裝袋。其實我哋網上面咧就200個起嘅。咁咧，所以我哋而家好多人就話 IG 開間鋪頭、開網店。我哋 even 有好多讀緊大學嘅學生咧，佢哋自己開網店啊，賣衫啊，入韓國衫啊、日本衫啊，或者自己車衫都有啦。佢哋就話：喂，我係都對環保好有熱誠，我都想減少塑膠包裝，但我又用唔到咁大個量，又訂做唔到，咁點算啊？其實佢哋而家就喺上網買緊200個袋。頭先嗰啲相咧，其實就係嗰啲 brand 喺我哋 online 度直接買嘅。咁但係當然啦，都有好多訂做噶啦，同學即係嗰啲 brand 都可以自己訂做一個 brand， 譬如 Invisible Bag 再加一個佢哋自己嘅 logo 上去嘅。個 slide 唔記得，好啦。咁咧，我想講咧，塑膠污染咧唔係淨係香港嘅，其實咧全球都有啦。我哋除咗香港之外咧，其實而家有美國啦、遠至哥倫比亞、巴西啊，其實都有陸陸續續唔同嘅品牌咧係用緊我哋個袋嘅。咁都有唔同嘅 media 喺度講緊我哋啦。咁如果未睇過咧，可以完咗呢一個 talk 咧，有興趣可以上網揾得翻。其實打 invisible bag 咧 ，Google 應該會出咗唔同嘅 interview 出嚟嘅。咁咧，其中咧即係今日好似咁樣啦，都係一個 sharing。其實 education 對我哋嚟講，又或者話俾人哋聽乜嘢係環保咧，都好重要。咁所以喺過去咧，應該你哋係最咁多個學校嚟講係暫時係最大年紀，因為好多時候係中小學嘅，咁咧佢哋就尤其是小朋友唔知點解咧係特別有興趣啦。開始人越大咧就會開始有啲被動啦，就冇咁大反應啦。但係咧我哋 education 咧仍然都會繼續做緊啦，無論我哋對學生又好啦，對 corporate 都好啦，我哋講好多叫做乜嘢 microplastic 啊，乜嘢可以堆肥啊。咁好啦，我哋咧其實咧喺 communication 入邊咧。無論哪一個牌子都好，或者你要寫 project， 或者你 create 自己一個 project， 一個 tagline 是很重要的。有沒有人有聽過老師有說過 tagline？ 搞一個 brand 有 tagline， 譬如 Panasonic， 你會下一句想到什麼？ yeah， 就是 Ideas for Life， 這個就是 tagline。 咁每一個 Nike 知道啦， Just do it 啦。咁其實呢我們想 tagline 都想了很久，這句未必是最好的，沒人知道的。好像 Nike 的 logo 出來之前應該有人看過喵喵啦，都有說 Nike 的 logo 是怎樣走出來，$10而已嘛，當時 design。 可能這句未必是最好，但這句是 represent 到我們當下這一刻，我們覺得 packaging 是要 responsible 的，還有我們最重要就是 connect 一個 community， 包括坐在這裡的你，希望可以做到一個 sustainable community。換著是你，如果你是我找這個 brand， 尤其是今天講是 communication design， 你會怎樣 communicate 這個 brand 呢？
因為呢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 panel discussion， 經常都說哇你怎樣推廣環保啊，香港搞環保很難、啊、其實為什麼你不去外國啊、你怎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認識啊，其實這件事呢我都還未有一個很確實的答案，我只是說我每一天都盡量去做，我每一天都去學習，這個是我到這一刻今天跟你們說的時候呢我都去做的。其中一件事我們做呢就是我們說、哦、我不想是一個 supplier，哦、你買個袋子就完了，那這個線性就是很單一的，我們說不要是這樣，我們要呢直頭做跟一些 brand 溝通，我們要做 interview， 譬如這些照片是真的我下去找一些 brand 做 interview 拍照，當然他們都在用我們的袋子，譬如最新那個呢不知道有沒有人、去過西營盤那邊上環呢有一間新開的咖啡店全間都粉紅色的，就叫做 Clean Coffee，咁咧個呢個就係老闆啦，佢同佢阿哥一齊開。咁我哋就同佢 interview， 就問我哋有啲 preset 嘅問題啦，即係點解你會開呢間公開呢間 coffee shop 啊？有咩 idea？ 因為佢間 coffee shop 咧其實就係又好環保嘅，由頭到尾佢咧洗衫咧係 preset 咗凍水洗啦，佢哋咧啲洗衣液係冇敏感啦，即係唔致敏啦。然後咧佢哋全間 coffee shop 咧係唔提供牛奶嘅，咁佢提供咩咧 ？preset 咗係。熱物奶，咁佢唔會話俾你聽嘅，你照買啦。咁啲人就會話：，誒個味道有啲唔同喎，幾得意喎。咁佢先開始講話，其實呢個係熱物奶嚟嘅。啲人成日話帶自己杯有折嘅，佢唔做嘅。佢係話你外賣杯就要有錢，要加錢；帶自己杯唔使錢。佢要將環保變成 normal。其實呢啲咧就係我哋而家做緊，就係你 eco 咧變一個環保嘅人咧，其實你一定有你自己嘅。習慣啊，你有自己的態度嘅，呢、這個就係我哋 interview 唔同嘅品牌其中一個我哋想做嘅一樣嘢啦。好啦，我哋頭先講話 tagline 係 responsible packaging connecting a sustainable community。咁我哋個 brand 咧就 invisible 啦，我哋就諗哇點樣可以推廣多啲唔同環保嘅牌子啊？於是咧，我哋就喺 website 開咗一個 page 叫做 invisible 嘅 community。就 connect 唔同世界各地嘅品牌都係用緊，首先用緊我哋 Invisible Bag 啦。但係咧有一樣嘢共同咧，就係佢哋一樣都係做緊環保嘅品牌，可能係賣衫，可能係賣鞋，可能係賣床上用品，賣即係賣賣枕頭袋咁樣。咁咧我哋就喺嗰個 pop up window 咧就有佢用緊我哋個袋啦，譬如呢對環保鞋叫做 Lan A 啦。咁佢由佢對鞋嘅物料到佢個包裝袋都係用我哋個袋嘅時候。咁點解佢要用呢？其實佢個 brand 又係做緊啲咩？呢個都係我哋 communicate 緊嘅。好啦，咁咧頭先我講到話，我哋唔想淨係做一個 packaging 嘅公司，亦都覺得呢樣嘢我哋要點樣帶俾個品牌有 added value。譬如之前咧，Lost City Town 咧喺每一年佢哋都有 Sogo Fanful Week 啦，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啦？好似打仗咁啊嘛入邊。咁佢哋咧就要 prepack 好多一 pack pack 嘅嘢 ，set A set B 咁啲阿姨媽 auntie 就會入去搶噶啦。咁佢哋咧就話：，哇，唔得，我每年都 pack 呢啲嘢咧，我哋嘥好多膠袋。佢話：我係想用啲環保啲嘅。於是咧，佢就轉用咗 invisible bag 啦，就 prepack 咗。咁喺佢鋪頭門口個大電視咧，佢就話俾大家聽：，喂，你收到呢個袋點用？咁咧，於是我哋就自己 internal， 即係我同另外一個同事啦，就 set 嘢啦，拍片啦。咁都可能令到有啲 advertising 嘅同學仔咧，其實都可以去試。其實唔係 advertising 唔係永遠都一定要係好貴，要100,000蚊請個好勁嘅 production house 先做到。有陣時 in house 都可以做到嘅。咁我哋就做咗條片啦，就俾佢 in store 去播啦。譬如我哋同望月同埋電車一齊合作啦。咁又係我哋攞咗個袋去電車入邊影相啦。最近荃灣有間 coffee shop 叫 Bonus by Reaction 咧，咁佢哋啲同台灣一個 illustrator 咧做咗個 collab， 做咗個 tote bag 咧，咁又係用我哋嘅包裝袋去 pack 啦。咁呢啲咧都係唔係個 brand 去影相嘅，都係我哋影埋 provide 曬俾佢嘅。想俾啲 example 大家，頭先講話國泰，咁咧國泰咧佢而家就用緊我哋嘅包裝袋啦。好多時候咧，communication 就係咁。你做了不說呢沒人知道，即是為什麼 social media 出現，就是大家都想告訴大家，喂，我今天去了哪裡吃東西啊，我今天去了哪裡打卡啊，我今天跟哪個朋友出去，其實每個人都想做這件事，每個人都想有人去關注，有個想有個 spotlight， 其實品牌都一樣，
我做咗呢件事，我唔想冇人知咯，因為我俾咗錢噶嘛。咁咧 ，cafe 佢哋點樣做呢？首先就係頭先講到啦，個 tagline 啦，個 campaign 嘅 tagline 係咩啦？佢講咗 create less waste with cafe shop。你去到 cafe shop 咧，我哋係一齊共同去減費。咁咧佢就話有 production house 咧就 design 咗一個 visual 啦 ，key visual 去曬佢哋所有嘅 website landing page 啦。咁咧同一時間咧。都 line up 咗好多唔同嘅 influencer 啦，譬如有岑嘉琪啊，有阿 CCSO 啊，亦都有其他嘅 digital content creator 叫 Thomas Fong 啦。咁咧佢就係希望話，喂，我淨係自己嘅 landing page， 我自己 website 講冇用嘅，一定要 influencer， 即大家都應該會睇啦。咁佢就話，我俾唔同嘅 influencer 收到 cafe 嘅 product 咧，都要做一樣嘢，就係點樣去用個袋。咁啊，岑嘉琪更加好啦，佢有小朋友就可以一齊教，即係話俾大家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做呢件事啦。咁喺我哋呢方面啊，即係頭先就係 cafe 做嘅嘢啦。咁我哋 Invisible Company 咧，都同一時間有做到嘢嘅。我哋有拍片啦，即係影到背脊。我哋嘅公司就又係啦，即係 low budget 啦，因為我哋係 startup 公司啦，冇錢請 production house 啦。咁就所有嘢 in house 做。咁啊 ，in house set up 好簡單嘅 props 啦，就去出條 reels， 就佢收到佢啲熊仔，然後就拍條片點樣用個袋。咁就話點解有啲人話，點解要 invisible bag 啊？點解要加個 hashtag 啊？有冇人估到啊？其實頭先有大概有講過答案噶啦。有冇人估到點解要 hashtag 啊？好簡單，求其講。social media 有冇人估係覺得係 social media 嘅舉手？因為要出 post 有，冇純粹覺得型，有冇人估係覺得型？冇，咁即係我當大家係 social media 啦，係因為咧係要 social media， 因為大家都有 Instagram account 啦，冇由呢個年頭大家唔用 Instagram， 我哋就希望話俾大家聽，喂，你收到個袋咧，你係可以用熱水去溶咗佢啦，出 post 啦。譬如好似之前楊文慧，佢收咗我哋個包裝袋，佢即刻拍片話俾大家聽，喂呢個 brand 用緊呢一個袋喎，出條片話俾大家聽先。跟住唔同嘅 brand 都話俾大家聽，呢個又係 communication 啦。我既然用錢買咗個比普通傳統膠袋唔同嘅袋，我要話俾大家聽，呢個佢唔同嘅之處喺邊度？好啦，我知大家應該唔會答我嘢噶啦，咁咧。我想你自己問下自己，你有冇一啲好 personal 嘅，即係你自己個人行動，覺得我、哦、都諗諗下都幾環保喎、哦。我就係舉手啫，有冇人覺得自己係有做過啲嘢回收？有冇人回收噶？回收哦，多人啊，有人去回收，有冇人聽過綠在區區啊？都有啦，即係有人有回收，有聽過綠在區區，其實呢兩嘢。都好好啊，都是環保的一樣嘢嚟嘅。有冇人會買環保嘢㗎？即係譬如嗰啲重用杯啊、大象杯啊，買珍珠奶茶有冇人有買啊？都有喎、啊。其實呢啲就是你的 personal action 咯、啊。而嗰啲品牌咧，其實都可以是你的 project 嘅 idea 或者你寫功課的一個 insight 嚟嘅。咁咧，我就講下我 personal 咧點樣可以。環保啲啦，或者有市面上有啲咩方案去取替？其實呢啲 brand 咧，你哋自己全部都可以上 website 抄翻，跟住去攞啲 insight 嘅。呢、這個品牌咧，我強烈即係介紹俾女仔，尤其是女仔。咁咧，女仔會化妝啦，咁啊一定會用或者用棉棒啦，畫錯眼線會用棉棒捽啦。其實咧有啲叫做重用嘅棉棒嘅，咁係直膠嚟嘅，可以洗嘅。佢係基本上可以用到1000次。我一支棉即係平時係講。一次性啦，呢一支咧我係已經差唔多用咗一年啦，不停係用翻翻間洗翻乾淨就得啦。咁呢個牌子咧，如果你上網 search 就叫 Last Swap。你可以佢除咗棉棒之外咧，有紙巾，有落妝棉，乜都有嘅。咁好啦，咁講到女仔話會化妝咧，就有好多一次性嘅棉花啦。其實咧而家都譬如 Body Shop 咁樣啦，佢出咗一啲叫 reusable 嘅。咁咧基本上上唔同嘅 brand 咧都開始陸陸續續有呢啲。產品出現噶啦，咁咧當然我之前咧都會用一啲比較環保啲嘅，即係唔係用高露潔啦，即係環保啲嘅牙膏啦，叫 vegan 即係純素嘅物料啦 ，ingredients 啦，咁係我而家用緊牙膏粒嘅，咁就少咗個樽，少咗個樽啦，即係有啲人話哇唔得，我試唔到啊，咁唔緊要嘅，即係我俾個 example 就未必一定要一下子瞓醒覺就去轉用，但係你可以知道
咁大家都可以上網 search 嘅。咁咧，另外就係我就唔買，即係盡量我好少買樽裝水嘅。我基本上出街我一定會帶樽，尤其是而家地鐵有得 refill 啦。細個小朋友啦，我成日話，咦，其實小學嘅時候咧，我記得入門口之前咧，學校要 check 你有冇帶手巾仔嘅。但唔知點解人大咗咧，就開始懶啦，咁就揾更加多方便嘅嘢，咁就純粹係帶紙巾出街啦，抹汗又帶紙巾啦。但其實咧，一條毛巾仔抹汗抹手，其實已經解決咗好多積氣嘅嘢。咁我屋企咧，其實香港最大嘅垃圾咧就係廚餘。咁我屋企咧有部好細嘅廚餘機咧，係會處理我啲食物嘅。咁我首先我唔食肉、唔食蛋、唔食奶啦。咁基本上淨係得蔬菜果皮，咁咧就好容易處理嘅。有冇人用過 Carousel 啊？冇人用過 Carousel， 我見人擰頭喎。冇人買過二手嘢，冇人買過二手嘢，冇人用過真係。哦，有人用過嘅 Carousel 咧，都真係一個幾好嘅 platform 嚟嘅。咁咧嗰陣時我搬屋啦，年頭搬即係2020年年頭搬翻去元朗嘅時候咧，咁咧就要買凳，因為冇飯台凳。咁咧我第一時間諗咧就係 Carousel 買二手凳。嗰陣時咧呢張係日本餐廳執粒實木凳，60蚊四張。翻嚟抬完，知佢翻嚟咧，我就即刻攞油油咗佢。其實又係你又唔使去買一啲新嘅嘢，其實二手你延長緊一個產品嘅生命嚟嘅。咁咧，其實陸陸續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環保嘅行動，譬如頭先有同學仔講話，我會回收啦，其實我帶手巾仔出街啦，我會重用一啲嘢啦，膠袋咧唔好覺得話。膠袋是一件很差的事，其實膠袋本來的設計就是預你去重用的。如果你看到我用膠袋不代表它扮環保，即是它一定講就說環保，其實不環保它用膠袋，其實不是這樣，我都會用膠袋，不過我會重用重用再重用，做到不行的時候我拿去回收。其實你在 extend 一個 product life， 如果你想 project 呢，都嘗試用這個角度想 sustainability 呢，不是要走到極致，不是叫你不用，而是在消費的過程中，你怎樣去 extend 一個 product life， 或者在個環境裏面降低一個影響，其實就是 sustainability。 好了，你知不知道公司有沒有，香港沒有任何公司是推廣緊 sustainability， 即除了我今天站在這裡都叫做有一間，有沒有人知道哇香港都有其他公司搞環保，就是舉手，有沒有人估到， 有沒有人知道的？完全冇聽過，死啦！揾 example 嘅時候就不停去揾外國公司啦，係咪咁啊？冇人聽過香港搞環保，咁好啦，今日我哋就講下。其實我今日揾咗10個 example 咧，去講環保嘅，佢哋都係做緊環保嘅嘢嘅。咁如果你今日聽完呢樣嘢，你想攞多少少 information 或者去問咧，今日問唔到咧，歡迎真係 Instagram 問啦。但我想問一下，有冇人知道此日期前最佳即係 best before day 嘅嘢食係咪一定要一見到？哇！死啦！今日係21號，嗰個罐頭係上個禮拜嘅，我係咪唔食得？係咪要掉？掉嘅舉手。有冇人覺得係要掉啊？掉 ，OK。有冇人覺得喂唔係喎？食得過咗一個禮拜 best before day 係食可以繼續食嘅？多啲人啦，係啦。其實 best before day 咧。是可以繼續吃的。咁咧，我頭先再上網 search 多次咧，呢個係調景嶺站啦。下一個站係將軍澳站咧，有一間公司咧就正正係賣緊一啲 best before day 嘅產品。咁可能你有聽過啦，有冇聽過有人叫有間公司叫 Green Price 啊？有冇人去過啊？喺將軍澳站下一個站。咁咧 ，Green Price 咧係一間2016年 farm 嘅公司。其實咧，佢就係幾個大學生嗰陣時讀大學嘅一個 project 嚟嘅。最後咧，佢就攞咗 funding 啦，贏咗一啲 pitching 啦，咁就攞咗筆錢，就繼續去 run 呢間公司嘅。咁佢哋而家個個就畢曬業噶啦，但係仲 run 緊呢間 Green Price， 而家喺香港有7間唔同嘅分店。咁佢希望就係處理咩咧？就係好多人有頭先個 concept 就係 best before day 係唔食得嘅，要掉嘅。其實唔係嘅，係食得嘅，因為佢純粹話俾你聽，這個日期前食咧你就最好食，可能過咗嗰個禮拜咧就冇咁好食，係咁解嘅啫。但係唔係啲過期食品嚟嘅。咁於是咧，佢就有啲公司就話唔得，我喺鋪頭，譬如百佳咁計，我唔賣得噶咯。咁我係咪要掉啊？製造好多垃圾啊？咁佢就 collect 咗呢啲。
用市價好平嘅價錢你就買到嘢。譬如假設女仔搽 face cream 出邊買$300一盎 ，best before day 就嚟到喺嗰度買咧，可能係$100盎嘅啫。咁咧佢就 attract 到好多人可以去嗰間鋪頭，同埋咧佢同平時嘅超級市場唔同啦，可能有固定嘅貨品啦，佢基本上咧。每次去都每次有不同的產品的你今天想買到的東西下個星期買可能沒有就換了新的了它是一個很好的 concept 還有呢有同學就我都聽過說今次其中一個要融合的就是 technology 它一間店頭平時百佳那些很老土的嘛人手 print 張東西 print 張價錢然後攝入去的嘛會跌下來 又要拔了張紙它們呢就用 digital tag 的那個 digital tag 呢它會自動告訴你未到期的產品，如果過了咧，喺個架上面佢過咗 best before day 咧，佢會自動轉呢個產品係過期嘅。又或者過咗期佢個產品要再平啲咧，佢個 tag 咧係會全部有曬 system 係 automatically 轉嘅。其實呢啲就係環保加 technology 做緊嘅嘢啦。好啦，香港咧第一大咧最大嘅垃圾咧係 food waste。咁咧亦都有一間新嘅公司咧都搞緊。怎樣處理 food waste？ 我發現我今天做 example 的時候，原來香港都很多人搞環保，然後原來香港很多人搞環保都跟食物是有關係的。那這間公司怎樣處理廚餘或者怎樣解決廚餘的問題呢？這間公司叫做 CHOMP， 是幾個外國人一起搞的。那它有個 solution， 它呢又是 design thinking 的時候，那它就 create 了它的 product 的名字叫 Mystery Box。咁咧就係你有個有融入埋 technology 啦，佢 design 咗個 app 啦。咁個 app 咧就係你先喺個 app 度揾一間鋪頭，首先嗰啲鋪頭要同佢一齊 work 緊啦。跟住你喺個 app 度咧就俾錢啦，買嘢同你喺 delivery 同拉拉唔係 delivery 同埋 food panda 買嘢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你會揀到自己今日我要食酸酸啊米線。咁但係呢個咧就冇嘅，你唔會知道自己食入邊係食咩，你就知嗰間鋪頭係賣啲乜嘢嘢。咁你去到嗰間鋪頭，你 pick up 咧，佢就會 create 咗一個叫做 mystery box， 可能係佢就嚟舊期嘅嘢食，佢唔賣得喺鋪頭，但係食得嘅，就用一個好平嘅價錢賣。咁呢間公司咧就係做緊呢一樣嘅 platform 啦，又係 food waste。我真係發現原來、有十個 example 都幾多係 food waste 嘅。咁咧有另一間公司又係好有趣嘅，就係處理果皮，即係大家會食生果啦。很多時候要有批皮的生果啦，那些果皮呢又是一種垃圾，所以就說為什麼廚餘是香港第一大最大量的垃圾。那這間公司怎樣處理果皮呢？它就是做首飾。那這間公司是 social enterprise， 叫是社企來的，叫 Waste Out。 那它呢的目的呢，它不只是解決廚餘那麼簡單，它要幫助婦女。所以呢如果你又是想 project 的時候，其實咧個 project 唔係淨係可以解決一個問題嘅，你可以拎 up 幾多唔同嘅嘢去 provide 一個 solution 或者幫助社會緊一啲問題。咁佢就發現哇，原來有好多婦女咧，其實佢哋仍然有工作嘅能力，但係可能就要湊小朋友啦，唔夠時間啦，翻唔到一份長工啦。咁佢點樣咧？佢就將呢啲首飾嘅製作咧，首先佢收集咗廚餘啦。在一些公司同一啲公司做 partnership， 譬如公司 offer 一啲水果俾同事，乾淨唔係好濕好臭乾淨嘅果皮咧，佢就 collect 咗，然後就做 sorting 啦。sorting 完之後咧，佢就會烘乾佢啦，打碎佢啦，然後就 mix 一啲 renewable chemicals， 其實就係樹脂啊，即係做首飾，然後咧就變成耳環啦、頸鏈啦、手鏈啦，其實上網佢而家拼台都有得買嘅。咁同一時間咧。就是他大部分的首飾就是剛才說幫助一些婦女去做的，就是一些、可能是家裡要照顧小朋友但回不到長工，那他就會給這些工作機會這些婦女做了。又是 food waste， 那呢這次呢就是講咖啡渣。如果你喝開咖啡的朋友，你有沒有想過那堆咖啡渣其實都是大量的，就是喝完 enjoy 杯咖啡，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喝咖啡，是會有很多咖啡渣垃圾。咁其實香港咧有一個 campaign 嘅，咁佢咧就 create 咗個名叫做 Zero Grounds Coffee Campaign。咁咧呢間公司咧就係、叫做 Eco Green Energy。咁咧佢做嘅嘢咧就係、點樣同一啲咖啡店收翻佢啲咖啡渣出嚟，然後去做唔同嘅產品。
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做番簡啦，然後咧佢亦都有做一啲可以堆肥俾一啲種嘢嘅人去買啦，同埋做盆栽嗰個盆。咁咧佢又係將咖啡渣咧，其實我有聽過話同學仔有諗嗰啲 upcycling 嘅 project 啊，或者功課啦，呢個都係一個好嘅 example， 點樣將咖啡渣一個冇用嘅嘢，係一個垃圾嘅嘢 upcycle 變做唔同嘅嘢啦。好啦，去到 fashion 啦，應該我見到頭先我喺 DI 發現大家同學仔著衫好好睇啦。咁其實咧，唔知道你平時買嘅衫啦，即係如果你話我諗起，可能我諗起 Uniqlo、Muji， 其餘我突然之間呢一刻諗到，但係好多 fast fashion 嘅牌子啦，好平，每次好平就爛咗，算啦，買個件掉咗佢，有唔同嘅方法你哋去處理啦。或者二手啦，其實二手咧都係一個好嘅 channel 嚟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有人做緊，就係有一間公司叫做 Retrofirm， 有一個2019年開始嘅。其實咧佢哋又係做緊一樣嘢，就係、是、佢除咗賣二手衫之外咧，佢 create 咗個 program 咧，就係幫一啲年輕嘅媽媽或者雙代青年咧，去幫佢哋做一個 program 咧，就係、是、我去 train up 佢哋做 model， 去點樣賣衫、襯衫，同一時間賣二手衫。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好嘅 project， 去幫助解決一啲 fast fashion 諗，即係啲人就覺得哦唔啱著就掉，佢就唔係，佢幫你上門收衫，收完之後咧，佢就揾 model 重新著過、影過，然後再上網買嘅。咁佢每星期四咧，就會出新的二手衫俾大家買啦。而家我哋就唔使著校服啦，中學嘅時候會著校服翻學啦。每一年即係中學，我諗去到中三之後咧，基本上我都冇點樣買過新嘅校服啦，因為覺得自己都冇高過啦。咁但係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會不停每一年都要買新校服咧。有一間公司咧就叫做 Dress Green， 佢近排開嘅就係佢就發現到哇，其實咁多學生嘅校服咧，尤其是小朋友啦、小學，每一年都要買新嗰套。最驚就係阿媽有個概念就係、是、小學買一條裙好長，跟住好核突翻唔到學咧。咁呢個就當然可以解決到幾年唔使再點買啦。但係好多人就唔係嘅，同埋香港好多佢又講到咧，好多媽媽係唔中意買二手校服俾個仔女嘅。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哇，既然嘥咗好浪費啦，咁佢咧就開始做一啲 corporate gift， 譬如即係公司要送禮物啊，咁佢就做一啲用舊嘅衫去做一隻熊仔出嚟，咁咧就係、是、又或者有啲人畢業啦，嗰年學校畢業啦，會有做嗰啲咩熊仔啊或者 whatever 禮物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好有紀念價值嘅嘢嚟嘅。去到回收啦，頭先有同學講話我會回收，我有聽過綠在區區係啊好事啦。咁有另一間公司咧就叫做 The Loops， 哦我打錯字，其實佢係舊年2021年開嘅。咁佢本身咧就係呢一個區域開始先嘅，調景嶺將軍澳。咁佢就係做上門回收，因為佢發現其實有好多人都想回收嘅，但我懶，我唔想落去，我唔想攞去綠在區區。咁於是咧佢就 provide 緊一個recycling 上門 recycling 嘅 program， 佢上門咧可以收到31種唔同可以回收嘅垃圾啦、廢物啦，然後咧佢會幫你做曬sorting， 然後 send 去回收場嘅。好啦，我仲有兩個 case， 好快就講完啦。咁咧買水，如果你出街，你會諗我口渴買個樽水咯。無論買貴水好平水都好啦，或者係公司學校會有 refill 嘅機，但其實咧有一間公司叫做 Urban Spring， 佢喺2015年嘅時候已經開始咗啦。我發現因為我好中意之前仲疫情未有嘅時候咧，好中意韓國啦。咁咧去韓國嘅時候咧，發現啲鋪頭幾好喎，有水機喎，因為真係出街有陣時好口渴帶咗樽水，但係香港係冇嘅，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懷疑商場係冇水機啦。然後咧，你要去球場嗰啲好污糟嗰啲啦。但係咧，而家就多咗間公司叫做 Urban Spring 咧，佢就出咗一部 Well。咁佢咧又係融合咗 technology， 佢有曬 application 所有嘢嘅。你 refill 水嘅時候咧，佢會話俾你聽呢間公司或者呢個商場佢已經慳咗幾多個水樽啦，同埋你而家係慳咗幾多 liter
whatever 好多唔同嘅膠樽啊，或者佢好多 data 係入曬部機入邊嘅，咁就同頭先嗰啲咩 Watsons 傳統水機得左右兩邊出水咧係唔同嘅。咁佢都而家用擺咗喺好多商場啦，同埋鋪頭入邊嘅。好啦，最後嚟到尾二呢一個啦，又係同食物有關嘅。有好多時候咧，可能同學仔未必買過餸啦，又或者好少去買餸。去街市咧，夜晚六點半咧開始就會賣啲好平嘅餸啦，通常都係唔靚仔，或者啲菜開始每就$10三份嗰啲。咁有一間公司咧就叫做 Fairy Green， 喺2020年嘅時候開始咗，佢就話：喂，其實有好多做食品工場或者一啲公司咧賣食品嘅，嗰啲食物係仲食得嘅，但係佢唔靚仔。假設嗰、那個青紅椒粒咗、霉咗。但其實另一邊仲食得嘅時候，佢哋可能就賣唔到，就要掟。咁佢就收集咗呢啲嘢食，然後去做咗狗狗同貓貓嘅鮮食。咁佢 online 咧都做咗好多唔同嘅 program， 有啲 subscription plan 啦，可以俾啲狗主同埋貓貓咧嘅主人咧可以去掟嘅。咁佢就話：其實我都係 upcycling food， 將一啲大家以為冇用嘅嘢，佢變成更加有用嘅嘢。好，最後香港公司。點樣去 replace 啲 single use plastic bottle 係 for 清潔用品呢？有間公司叫做 Hygiene Nova， 又可以其實上以上講嘅全部公司都可以喺 Instagram search 到嘅。咁 Hygiene Nova 呢間公司咧係我覺得好成功，亦都做得好好，做可持續推廣啦，做環保啦，同埋同一時間做緊啲清潔用品。咁佢成個 product 咧 ，formulation 所有嘢咧都係香港做嘅。佢做咗一個 program 好好咧，就係你用完個膠樽，香港就你可以攞去回收。佢唔係佢自己有一個回收 program， 你去翻佢指定嘅鋪頭幫你回收咧，佢就會再重用嗰個做咗清潔，然後再 refill 嘅時候咧用翻個舊包裝。咁咧可以上網 search 多少少，如果你有興趣了解 sustainability 咧。通常很多人說 Certified B Corp 是一個很難拿的認證，就證明那間公司有多環保，甚至有些叫做 Cradle to Cradle， 是一些一個標準去認證你間公司有多環保。其實你可以 design 個 project 的時候可以想定那個 product 我會不會符合到這件事呢？環保不是只是一個 item 環保，而是我整個 production line， 我由 production material communication 怎樣可以做到環保呢？好了，嚟到最後尾聲啦，大家一定有一對 Nike 鞋嘅。咁咧，因為頭先講嗰十間公司咧係香港嘅 ，Nike 唔係香港啦。咁但係其實 Nike 咧嗰陣時同佢哋開會咧，亦都去佢哋唔同嘅 event 咧，係發現佢哋其實都有環保嘅 program 嘅。咁香港咧之前有個球場喺石梨咧，成個球場咧就係用 Nike Ground 做嘅。Nike Ground 咧就係、是。他們不收集了不要的波鞋的底去打造 Nike Ground。 其實外國呢很多草地啦，即他們踢球，他們直接 sponsor 一些、踢球的地方啦，籃球場啦，他整個地方呢都是用 Nike Ground 做的。咁咧，亦都有其他唔同嘅公司，都係外國公司、香港嘅公司都做緊環保嘢啦。例如 Patagonia， 佢哋咧覺得你唔要件衫咧，其實你可以 fix 佢嘅。咁佢有啲鋪頭咧，佢淨係賣一啲人哋著過，可能爛咗少少，但係佢哋重新 fix 過，你可以買。其實就係 extend product life。頭先有講到一樣嘢。咁亦都香港有啲公司就話：，哇，個個都係要走飲管，但我又要用飲管，咁點算啊？佢就可以用一啲重用又打得開嘅飲管，譬如。有陣時飲管入邊好難洗咧，佢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啦。有啲叫做 foldable cup 啦，有大象杯啦，大象杯係台灣好多人用緊啦，賣珍珠奶茶啦。香港有回收喵喵，最近可能有人睇個新聞啦，喵喵最近科學園就話唔續啦。咁但係其實佢本身咧就係將紙包飲品回收完打紙張，跟住咧佢就 send 去越南做廁紙嘅。好啦，其實咧今日就係準備咗唔同嘅 example。不知道有多少人聽得明，又亦都唔知道有多少人即係覺得有興趣，又或者哦真係好悶啊環保。咁咧我其實準備咗咁多 example 咧，就係希望幫到大家點樣去你哋嗰份功課好，或者其實唔好為功課，真係環保唔係咁難接觸嘅。日常生活中其實有好多嘢都係同環保有關嘅。
如果你想一个 project 咧，真系唔好净系谂一样嘢，哦，嗰样嘢环保啊，好啊，净系讲嗰样嘢。其实咧，你由生产去到 materials， 到你到 end of life 去，或者去到你嘅顾客手上，其实任何一样嘢都可以融入到环保嘅元素嘅。好啊，我谂即系作善 case， 我都估到应该大家冇问题嘅。但系有冇人系有问题想问噶？好。咁係同我預算係一樣嘅，係冇問題嘅。咁咧冇問題唔緊要嘅。如果真係 touch 有問題咧，歡迎 Instagram 我哋啦。咁咧通常 Instagram 都係得我覆嘅啫。咁咧我係願意亦都即係好樂意去幫助大家解答任何問題嘅。所以多謝曬。咁多謝阿Devana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佢嘅創作靈感來源啦、過程啦，跟住點樣再將一個 idea extend 出去啦，亦都同時間俾咗好多 case studies 大家啦。咁除咗係幫助你哋呢一科去做功課啦，咁亦都我都即係啱啱聽完之後都覺得好幫到你哋今年啦final year project 嘅時候去諗下你哋個 project。究竟做啲乜嘢？點樣可以 extend 出去啦？即係當然啦，唔係話叫你哋幾百個都去做一啲 sustainable 嘅嘢，咁而係你要諗你一個 idea 點樣可以伸延出去，而伸延出去嗰樣嘢對人嗰個需求又係啲乜？對人嗰個需要又係啲乜嘢啦 ？OK， 咁最後一次啦，大家仲有冇問題想問？如果冇咧，咁就多謝大家啦。